是喵喵。你是鸟啊？我是鸟，鸟也是这啦。我是鹰啊，我巴肚就大。你的巴肚都较大啦。我最近肥几啊公斤，废话。几啊公斤就偌济？我无想要甲你讲啦。今仔日阮要来介绍，恁家就是阮家出的新产品，公众四种面。他们也跟流行出拌面了。你今麦去种家乐福，你会看到规面面拢各种拢无同款，足咸的，大家拢卖这卖甲足欢喜的，拢知影出这面足好赚的。伊卖甲足贵的，讲伊是足健康的面啦，我嘛唔知是倒位健康啦。用这个名义来卖足贵的，看起来是袂歹看。古法刚刚酿炸酱面。哇，伊这包足厉害呢，敢若顶个同款呢。我无食过这种大米呢，你有闻到这香滚滚、滚滚香的味无？这内底有一撮豆干啦。我无煮足久的，够歹分开的哦。你紧食啦！伊就一直在那种反应啦。豆干足香的，这面看起来真厉害，是讲食起来我嘛是感觉普通普通啦，袂歹食啦，吼，袂想要调工去买来食。我觉得还是蒸拌面比较好吃，还有上次的 Kiki 面食起来溜骨溜骨的，中规中矩啦。面条就是阳春面的面条，但是它的调理包很有诚意，这个很台式哎，路边摊卖的那种。好一包啊，这包看起来口味较好食啊。吸附啦，这看起来较无啥物料呢，这有需要用到料理包吗？这包的料较少啊，较歹拉呢。这煞鱼仔味，柴鱼啦，煎鱼的那种味。这边这无啥物味呢，味普通料嘛，普通。阿多阿个较介看到呢。这个酱汁完全不入味。你若摕起来，伊料味是足重的啦，就讲甲面染做伙，真的无啥物。吃起来好像沙丁鱼的罐头哦。Out， 几滴了。A B C 高咖滴。哦，唔知有啥物，伊这较大包呢，内底有三包。哦，它没有调理包。可怜哦。都被输啊呢，被输啊，被输啊。怎么？就是 MG 被输啊啦。哦，这场输啊就无啊，哦，废话去，无啊啦，冠军是这 team 啦，恭喜啦，恭喜啦。你干那豆油加辣油。越简单的东西越难做。我讲你这米粉卡多少只鬼啊？香香，你知影辣椒的台语安怎讲吧？香椒。我嘛唔知影。卡多的米变会香，蓝豆油就是咱的尔。他们有没有吃过其他家的拌面啊？这个好辣哦！是台湾的那种香辣。这个好普通哦，正黑怎么念？金甲乌啊，就这个啦，这个就是正乌猪肉。这个伊碗无偌同款的，伊是汤的伊碗，伊是幼面哦，它油啊。我本人是较介意食幼面啦。这款我觉得是目前闻起来最香的。就讲我水干啦，汤有就是我坐伊的汤，可能较无味啦。有一个比这幼面比伊的大面，我感觉佫较无好食，伤嫩啊！我食一块猪肉嘛，猪肉，猪肉伫遮讲有大肉饭顶悬的迄种肉色，敢若淋伤侪水啊，拢无味去，我都救伊一碗面啊啦。根本不行啊！那大概我接到的物件拢是无好食的，你讲是挑工的，你知影无好食，你就叫我来。讲歹话，拢是我。以后看到这，看到我的面甲这图，你就知影这卖买就好啊，拢免点你来看。好，我甲你洗脸啦，好，拜谢啦。好，先生，好，好，你乐意。大家后一届再搁见面咯，嗯，拜拜。今天要讲的还是一句话，猪无肥，肥着狗，就是讲。一滴啊，安那肥啊，会当卖一个好价钱，伊拢无食食食食食食，结果伊拢无肥，结果伊肥啊，拢是互伊食去啊。那伊到肥有啥物路用？无路用啊。这是本末倒置。了解啊，明白明白。